下一周就要过年了，所以呢，我打算这一周好好的把家里面整理一下，顺便断舍离。有些东西，该捐的捐，该扔的扔，把我那些柜子里面的东西都清一清。哎，这种事情也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动力做。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超好吃草莓味的，我觉得配贝果吃最好吃。我现在重新看开端，因为明天要大结局了，重新看一遍复习一下，我可太喜欢了。小狗不能吃这个哟。那泡泡，真的在循环里不停的在这个摩托车上，你就干嘛？现在出动。今天要清理的区域是我的餐边柜，这个本来是要拿来放酒的，就除了酒以外，我在里面放了好多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就只有几瓶酒而已。哎呦，还有瓶子，瓶子实在太多了，这两个都可以捐献出去了。还有咖啡。还有我的残垫，这还有抹茶粉，还是咖啡。这里还有一包咖啡的天。接下来这一区是大灾难，我的杯子们，看超级多，其实根本都不怎么用，我现在已经认清了，这种杯子这种东西真的还是少一点比较好，唉，在精不在多啊。好多这种圣诞的杯子，除了圣诞的时候一般也不会用，但是他们都好可爱哦。看这
些杯子我还是想把它们留着。这两个是复古的杯子套装，都是我便宜淘回来的，好好看啊。嗯，这个我应该摆出来的。这两个是随行的杯子，这个还是之前在韩国买的，超级可爱。嗯，原先还能在外面喝咖啡的时候还经常用的，现在好像也没什么用处。这些是今天清理出来的东西，我会拿到下面去放着，看看有没有人想捡走就捡走了。来收拾一下衣柜，看看还有什么衣服可以捐的。这个是居家服，虽然我也不常穿，但是还挺可爱的，它留着吧，毕竟也有有用的时候。来，一层一层收拾，给大家超推荐这个宜家这种柜子，可以塞在衣柜里面当隔层。这层是我的睡衣，睡衣要怎么放才能整齐呢？我的第二层这里放的是运动服，打算把它们放到别的地方去，这样子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睡衣都放在这两层里面比较靠近。我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睡衣的收纳，可以把一整套叠成这样子的豆腐块，挺神奇的。现在把我所有的睡衣都叠一叠，先把衣服这样摊开，然后把裤子对折。下面的柜子都是一些居家服，嗯，这个是之前买的优衣库，在家穿的有点热，就没怎么常穿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还可以留着。这个卫衣很少穿呢，嗯，考虑考虑，捐了吧，捐了，捐了，捐了。上面的衣服我掏了半天就翻出来，这个已经三年没穿过了，是个 Zara。 这个衣服的质感真的觉得质量不行，不过当时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好看的，因为有很中国风的刺绣，所以买了。不过哎，质量堪忧啊，捐了，捐了。下面这边我也是放了一个这样的架子，上面那个板没有夹，这样我就可以把这裤子这样竖着放在里面。哦，这么多衣架，好占位置啊，拿走。下面这一层放的是 T 恤， T 恤这样子摆超整齐，就是用这种小格子然后把它叠起来变成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塞进去，还蛮清楚可以看到都是一些什么 T 恤的。这一层还好哎，其实就是一些厚的裤子和冬天的内搭，把内搭重新叠一叠好。今天的工作是整理厨房，哎，好大的工程，先吃点好的。我最近还挺喜欢看那个 Hero Boys 的 vlog， 蛮好笑的。
凌晨的陆家嘴。我以为不止不会让我快乐，但我错了。今天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收拾我的厨房。这个冰箱下面的那个区域，我前天已经拖出来扫过一轮了。哇哦，好几年没有扫过。哇哦，好脏。哎，今天要收拾一下我的冰箱跟柜子，但是我好拒绝啊。首先是我这个冰箱下面这里是要整理的，其实没有很脏，就是有一些乱，所以要稍微把它整理一下，顺便擦一擦。但是呢，上面我今天就不打算动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所以呢清也白清。唯一能够把它清干净的就是把里面的东西先吃掉。收拾的第一步就是要把里面所有的东西拿出来，然后一个个整理，先把这边这个柜子整理了。天哪，我这个调料啊，可怕！哎，别走，别走。来吧，来整理一下，先从一楼的朋友们开始。就三根黄油是要叠，这些韩国的调料也是要叠，这个是一个蒜香黄油，看不出来它的保质期，看有没有发霉，没有发霉很正常，这个也是可以留的。这个不出意外应该是过期了，非常建议大家每一年清理一下自己的调料罐，指不定就过期了。这个2021年六月过期的，但是我在那之后一定已经吃过它了，但是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啊。哎呦，现在开始整理二楼的朋友们。冷知识，蚝油是要放在冰箱里面的，推荐大家这样子的瓶子，我觉得比那个按压的盖子要好用很多，就这样挤就出来了，特别方便。结果过期的吗？这个保质期在哪儿啊？找不着。但是我觉得买了很久了，我估摸着它应该是过期了。这边副乳，副乳会过期吗？副乳不就是过期的产物吗？2022年3月，这个可以吃，这个是刚买的，这个应该不会过期。 Best before 2023年，哦，棒。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种放在冰箱里面的收纳筐，装这种碎碎的东西特别方便。好，海底捞火锅在哪一年的呀？如果是我都已经忘记的话，那不出意外它应该也过期了，算了。就是外面吃那些鸡翅的时候送的。这个肯定不能吃，发霉了，这个发霉了，哎呦妈呀！红糖肯定能放，里面有这么多这些有的东西，这些都不要。蛋黄是我刚买的，这肯定没有问题。火锅底料，留一些番茄酱。现在这边柜子收拾好了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整齐干净很多哈。2022年3月，哇哦，可以耶，但是要赶快吃了。就是我做的西柚干，这个是自己腌的咸柠檬，这些应该都没什么问题。我发现这些饮料塞在这个盒子里面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还有它们，得把它们摆出来。这两个肯定过期了，就不要了。这还有一排新的了，天哪！
是要过端午节的。来，我就这样。把我的调料都收拾出来了，给大家推荐几个。首先是这个翠红的蘸酱，特别好吃，我觉得配什么都好吃。哎，看着我都饿了。这个是 Everything Bagel 的那个粉，把它撒在面包或者是贝果上面，超好吃，这个也喜欢。这个是寿喜烧的那个酱汁，这个也好吃，有它以后就不用再去外面买寿喜烧了，跟那个餐馆卖的一模一样的味道。啊，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值得推荐的，我要收拾他们一下。这样看着也整齐了很多，嗯，不错。今天晚饭煮个面，这是荞麦面，特别喜欢吃这种，哎呦，生的荞麦面，它是要放冰箱的，然后长这个样子，比那种一根一根的干面条好吃很多。Four minutes, starting now. 完蛋，刚才忘记看火了，好像有点煎过了。放一下菜码，这个是鸡蛋，刚才切好的黄瓜丝。呼呼，这里还有之前剩的鸡肉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表演一下，转圈圈！哦呦，飞起来了！嗯，好久，嗯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谁？哦，谁整的？转圈圈，转圈圈！咬到我手啦，傻狗！就这些，我跟你讲，不能吃那么多。哎呦，可怕可怕！现在来做一下这个神仙拌面酱。首先放下自制的蒜蓉辣酱，两勺的酱油，一勺醋，一丢丢香油，再来一点点的糖，最后是一把葱。说这就看您想，大帅哥，嗯，1米8以上，和我一样吗？他那天写的很好，收完工回去都后半夜了，帮你写的这个字儿，没有啥想说的。嗯，想说什么？就是特别感动，12点半收工，一直写到了。这个视频就在这里结束了，不出意外的话发的时候应该是接近春节的时候，所以呢我俩在这里祝大家虎年大吉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配合一下，虎年大吉。哎呦，第二句是什么来着？财源滚滚。哎，等一下嘛，配合一下嘛，配合一下配合一下。第三句什么？多吃不胖，身体健康，拜拜。